过完年后来关注疫情啊，这诊所一开诊，其实就涌入了好多的病号。有的诊所大年初五就开诊了，一整天看了超过200多个人。也有人是过年期间挂急诊的，还是觉得不舒服，接着又到诊所来回诊。好，医师就分析了，那目前观察临床的一些患者状况，主要是以流感、新冠还有腺病毒的居多，而且很多都是全家群聚感染。流鼻水、咳嗽、鼻涕倒流、全身酸痛，这位阿姨大年初三才挂急诊，药吃完了还是不舒服，又来诊所就医。礼拜二去挂急诊，已经来这边看，总共看7次了。咳嗽有痰，就全身酸痛，一直咳咳不停，晚上都不能睡。我大概昨天下午开始觉得不舒服，所以今天就赶快开工过来看一下，这样子，等一下再去上班，就喉咙痛。对，不少人都跟许先一样，开工前赶紧来看病。医师说，诊所一开诊，病患爆满，几乎都以呼吸道病毒最多。我们昨天第一天开诊的话，人就非常非常多，这样子啊。对，那还整天200多个、啊，大部分都是全家一起来了，就是大概就是全家两三个，甚至更多人一起来。我就是被小孙女感染啦、啊，就是感冒啊，就咳嗽啊，流鼻涕啊，就这样。今天看他了。对啊。春节期间不是家人互相传染，就是出国回来一块筛就是新冠确诊。有人没有发烧，只是症状轻微，同样筛出新冠肺炎。症状大概还是以呼吸道为主啊，那发烧的很多，就是看起来很轻微，甚至没有什么症状，或者就是觉得喉咙怪怪的，或是只有流鼻水就会筛新冠了。除了新冠、流感、腺病毒患者也不在少数。医师预估开工后1到2周，诊所依然会持续涌入病号。如果出现症状，还是在家休息，才能够阻断病毒传播的风险。记者林世达、黄淑芬台北报道。